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8月1号，秋蛋，10:44。我拍的是21、24次，用三线港接龙，用81、81里山东桥点满尾桥圈的，在7堵站10里。拜拜！我的214次就用3000港接龙了，用81、81里山东桥2.0版为下号区间车。哎，那个远处不是细景吗？明日细景观光专车是吧？耶，超感动的！我214次就用三线港接龙的，用81、81里山东桥2.0版为小圈的，在7堵站10。咱哥哥牛奶再见。只有俺搭过去哈，对吧？没关系啊，搭15个回家吧。哇，这好累哦，好累哦，赶回家休息。今天正好拍个狗，有拍冷屏6703次的冷屏，冷气屏坏。哎，我的普悠玛之翔要跑过来了，又普悠玛之翔了。12次，不是，那个是什么？哪一班啊？回马之遥。拜拜，从北回线看花莲的218了，应该是218次。北回线看花莲的不用马之遥，你弄个谢哥哥，你呢？拜拜。